我们现在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抵达天安门广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作为国家仪式，烈士纪念日是为了纪念那些为了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更是为了在每个人心中矗立起致敬英雄的丰碑，让英雄不朽，让精神长存。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格外的庄严肃穆。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九个党政机构和人民团体分别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在纪念碑北侧依次排列。红色的缎带上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Thank you.
今天参加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还有在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全国人大部分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部分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和老同志、烈士亲属、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究班学员、军队及武警部队、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和大中学生等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多名各界群众代表中，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15岁。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捍卫英雄，就是在捍卫民族的历史；守望英雄，就是在守望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英雄身上有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我们纪念烈士，致敬英雄，正是要更续英雄的精神，凝聚复兴的力量，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一切铭记历史的活动，根本目的是为了开创美好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先辈的英雄精神，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每一次对历史的纪念，都是为了全新的出发。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努力奋斗，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力量，传递着温暖。以国家名义纪念烈士，是为了世世代代永不忘却。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他们胸怀国家，舍身取义，繁育着坚强不屈的精神，奠定了我们今日国泰民安的基础。一次庄严的纪念，就是一次记忆的唤醒，更是一次触动灵魂的激励。勿忘牺牲，是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是让后来者更加奋力前行。对英烈的缅怀，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温度；对传统精神的尊崇，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只有牢牢维系历史记忆，才能凝聚国家的魂魄，更能激发一个民族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力量。